其實都有嘅，因為我平時好少做運動，咁然後咧，其實打鼓係要好有力，你先會有嗰種即係節奏感嘅，咁都真係好用力，即係每一次彩排咧都要好大力、好大力咁樣訓練下啲力度。有側纖纖嘅自己頂唔頂得住啊？其實我覺得 OK 嘅，咁同埋我覺得今次。有個即都有個挑戰性，就是我在公益金入邊，我本身是主持嘅，咁然後咧就中場咧就可能會換衫打鼓再翻嚟，咁所以要兼顧打鼓啦同埋記稿，咁都是一個幾唔錯的挑戰。主持有冇難度啊？對你講，主持我覺得有阿姐同埋六號啊、子珊咧一班前輩帶住咧就。之前有報道，其實係話你做開兒童節目嗰邊啦，跟住依家就轉咗過去劇組嗰邊之後，就變咗做劇組人咯喎。轉咗做劇組人，我諗其實都兩邊，就好似今次咁，其實我都會有份做主持啦。咁其實都冇話局限自己話一定係拍劇啊，定係做主持。冰壁嗰邊仲有冇呢個位置啊？冇啦。咁我覺得都係。冰壁是一個入行的一個訓練嚟嘅，咁訓練完啦，兩年左右啦，咁就係時候就畢業啦咁樣。啊，謝哥摸大髀，即坐大髀嗰個印象都磨滅唔到啊！依家俾人係叫你坐大髀係嘛？係啊，多謝大家咁俾面，記得我坐大髀。自己介唔介意俾人咁樣講，定係 OK 啊咁樣樣呢個身份？我諗其實又唔會話好介意嘅，咁真係有做過呢一場戲出嚟噶嘛，咁我都其實覺得開心，係可能坐大髀係真係成為咗一樣代表嘅即係代表作咁樣，都幾好啊！